理了我们第二届的金牌农村竞赛。那彰化县呢，我们就开始来做了初赛。那这一次呢，社区就有83个农村社区来报名参加。那经过种种关卡的评选，我们呢由金牌是由我们的古原乡大有社区来获得婆巴乡国类型。云台有二水乡的源泉社区，我那么理解。红台是由永济乡的四方社区，婆巴乡国类型。那我们就由这三个社区代表彰化县哈，然后呢啊奔向我们最高的农村的这个啊最高殿堂，那、啊、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成绩回来。那大有社区它的金滩道荣获我们金马57的贵宾专属礼，源泉社区的小镇艺术节获得文化部的一个支持，四方社区呢是获得我们优良空气品质净化区的模范社区哦。期待他们显功斗邓来哈。那县府呢，也团队也会继续秉持着我们呢深耕这个农业的一个部分哦，啊培继续培育我们社区的一个人才，啊让他们成为啊彰化农村发展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后盾。那彰化县近年来在农村投资投入非常多的心力哦，也积极的谢谢我们水保局也给我们补助了啊这个农彰化县的社区产业提升计。啊，体验点串点的一个这个规划计划的一个经费哦，那也透过这样，我们呢规划了一些啊引人入胜的一个观光游旅游的这个流程哦，那所以呢，我们也透过办这个所谓的这个投票啊，来选出13条里面的特色农村。是，我们彰化县将会有三个社区来参加我们第二届金牌农村的全国决赛。那我想第二届的金牌农村哦，我们的那个竞赛的主题是农村再生金牌农村哦，所以我们也期许我们将代表我们彰化县来参加全国赛的大有源泉还有四方社区，能够发挥我们农村再生三生的精神哦，生产生活生态。那另外在金牌农村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未来性。所以在我们产业的一个推动还有我们青年的一个参与，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评审的指标。所以在我们3月19号开始就会进行第一阶段的一个书面跟简报审查。我们希望我们的三个代表我们彰化的社区能够在今年第二届的金牌农村能够为我们彰化县政府夺得佳绩。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趁势来包装了13条的一个这个旅游，那透过这13条的旅游，让我们更多的乡亲知道彰化的好，彰化的美，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我们的彰化，来推广彰化县非常棒的农村之旅。